物，这位是哥要为你堵来堵去的，保证探索他的走位。罗班，你还是退到塔下清兵线吧。哼，学聪明不出塔了吗？司令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懂你意思。时空爆弹！全速前进！黑沙爆弹！快快散开！脆皮射手竟然敢担待上路兵线，看来你是不了解对抗路的可怕之处啊！正好我就来给你上一课。嗯，你这是什么车啊？沙洲啊，怎样？沙洲，没听说过，飙一下。随便啊。哼，切！长风破浪。那我这船的马力比你大，我就让你先跑5公里。要是你能跑得掉，就是你的本事。哼，有点意思，这一般可是我的台词。哼，该我出发了。哥呀，正被孙策追击，咱们赶紧去支援他。收到。是哥呀，哥呀进野区了。哼，看来是想利用野区的狭窄地形甩开孙策。以为这样就能甩掉我？不要小看 T0上单啊！戈亚在野区弯道来了个漂亮的 S 漂移，但孙策竟然也完美复刻了戈亚的漂移路线，紧随其后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简直难以相信。糟糕！想不到孙策竟然如此狭窄的弯道都能通过，这下戈亚玩完了。那倒也不一定。就是这里了。那你？塞刀里不到。刚才是我轻敌了，这回可不会再放水了，看我封你退路。漂移即胜。看你位移挺秀的，没想到攻击却这么刮痧。我刮不刮痧无所谓，只要队友给力就行。禁锢寒霜，引动暗制，小野一嘴沙子，免费风暴秀，不明之海。あの場所へ行きさえすれば。不好意思，此路不通。哼，你的地盘我收下了。海外的观众在 YouTube 上搜索王者别闹，即可观看多字幕版本视频哦。这局我到底还是输了。你的漂移技术很强，哥呀，接下来我想组织一支车队一起排位，你有没有兴趣？
不知道哎，走喽。戈雅，我真的很希望车队里有你，你考虑一下。嗯，再说喽。哎，接我车队，上路让你吃三波兵线，全程帮你发育。好说。大家又在催更了呢。那就开始加油画吧。感觉要听首合适的音乐来激发我的灵感。高仿振弱势无线耳机，耶！带了就跟没带一样的摸鱼听歌神器，好评发售中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就选这个歌单了，开始创作吧。下班了，又是辛苦的一天呢。